陈的低位的机会会多一些，因为范祖明还是有一定三分投射的。好球，哎呦，这个球啊，给的其实挺好的，但是李安没有做好接球准备。李书豪转换三分，进了。今天书豪第一开始状态不错啊，潘指导试了大概不到半节的时间，否定了自己开局的这个布置。啊，琼斯失误了，被断，跟李书豪一对一。李书豪不好打，这个不好打，对，那个琼斯。还是对林书豪有一个小的延误，对，牺牲一个两分，哦，这个手递手直接被林书豪抢走了，丁程还是大意了。我的琼斯现在的终结能力这么差，琼斯现在是七中一吧？嗯，啊，瞧，大反击，你看你自己不中，没篮板，对。但是上来也没上进啊，雷蒙。哇，林书豪倒地救球，崔继明失误了。嗯。好，想突这一下，看有没有？哎，降了一次。我觉得王安指导太冒险了吧？特点还挺互补。北京首钢队请求换人。就是看看崔继明啊，他就是属于是一个稳定的点。但是因为今天没有首发联防，进了球之后呢，就回来变联防，不错，这个来看看翟耀川，外线命中了，这期算计了一下，这地儿呢很尴尬，两分有点长，还不如三分划算，传出来。小川起，下次再签我，你再考虑考虑，是不是？不能这样啊！确实跟吉林球迷的感情还是非常深的。北京队为什么防守好呢？不是说他们的体系好这一点，他们的节奏啊各方面。哎，好球，秋天拧进去一个，这是丁浩然的问题。刚才这下跟李书豪对抗呢，直接丢球了。好球！哎，小川反击三分。你要从林书豪上半场十二分，赵耀川一直跟在后面，现在可以罚球了。嗯，哎，夹击要丢，不，重新抢回来，传一个底下，确实状态好啊。哎，十四分，